为持续振兴国内旅游，台南市观光旅游局推出台南好康券限定活动，只要是来台南大数民众扫 QR Code 就能得到电子乘车券，并享有食宿游购行订等住优惠券。只要来台南住宿，就可以享受许许多多食衣住行的好康。好，那这个只要这个住宿的参加的住宿在参加的这个旅店里面，旅馆里面，那拿到数位好康券也好，资本好康券也罢，都可以来，不仅是搭车方面的便利，而且台南有千家的商店参加，都是许多的优惠好礼。我想来这边吃吃喝喝逛逛买买，是以后新生活的一个非常好的选择。台南的好康券在这几天广受好评，优惠内容依照各旅游族群量身打造，今年更升级为电子版，民众只要是用智慧型手机啊登录，就能享有优惠，有超过1000间的业者参与。另外，还有提供300个奖项，让你提回去厝。好康券其实在这几年我们这样推动下来哦，每年我们都会做一个很重要的事情，我们做所谓的满意度调查。那到去年，我们的满意度甚至高达90%哦，全部只要来台南，在7月1号到9月30号这段时间，你入住台南市的旅馆或民宿，你就会凭着这个好康券来得到免费的交通的服务。台南好康券今年有多少好康？活动结合台南很多饭店、餐饮、伴手业者共同加入，不管是来台南住、采港、佚佗，都可以享受这么多优惠。台南市政府欢迎大家暑假来台南佚佗抽大奖。台南新闻张秀维、杨顺怀采访报道。